带您关心金华川的最新进展。今天呢，已经是柯文哲羁押第12天了。那现在很多人都关心说，整起案件进度到底是如何？我们可以跟大家说，现在整起案件呢，根据我们了解，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了。所以说，今天北检呢是稍作休息，今天没有要提讯任何的被告，也没有传唤任何跟金华川有关的相关证人。不过呢，整起案件我们帮大家回顾一下，就在上周的时候呢，北检其实可以说是动作频频哦，不止呢是提讯了相关的被告，以及所有的证人呢，其实都是一一的来被约谈。其中呢一个关键的一个证人，其中的一个关键证人呢就是黄锦茂。那黄锦茂呢，我们跟大家讲一下，黄锦茂其实过去呢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来接任北市府，也就是柯市府当时的督发局长。那黄锦茂的身份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呢他原本是证人的身份被约谈，结果当场转为被告，最后呢还是以500万元这样的一个高价来交保哦。而且呢当时黄锦茂呢还一度哭穷，最后呢在半夜又凑出了500万，成功的走出北检。那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就是用黄锦茂啊，他的身份在金华城案中肯定是相当特别。第一个是500万这个金额非常的高，第二个是黄锦茂呢，他其实不是台北人，对于金华城案呢，一定当初在接任的时候呢，了解一定是有限的。但是呢，现在外界传出彭振声和黄锦茂呢，都是柯文哲当时呢故意安插在金华城案中来布局的一个角色。那现在呢，北检也要往这个方向来继续的查明，到底黄锦茂呢和彭振声当时是不是奉命行事来帮这个金华城案一路的打通关。好，这个是证人的部分。至于被告的部分，现在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柯文哲已经羁押第12天了。那相关的被告有没有人，到底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出来呢？现在唯一一个比较有机会出来的就是沈庆金了，因为过去呢，我们可以看到沈庆金在抵达北检来进行提讯的时候，都是坐着轮椅出现，表示他的身体状况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尤其沈庆金有一次呢，还被我们拍到，在第二次来进行提讯的时候呢，身上竟然还装了导尿管。那他的律师岳芳如呢，在13号晚间的时候呢，也赶紧来提出这个申请拒保停押的申请，就是因为呢，他们认为沈庆金的状况已经是非常的不好了。那现在拒保停押状况会是如何？我们跟大家分析一下。现在呢，今天礼拜一的时候呢，法院才会正式的来进行分案，要来询问一下检方的意见。那检方呢会同意这个沈庆金来进行拒保停押吗？那之后呢这个答案会再回函给台北地院。那如果是同意的话，事情就很简单，沈庆金呢有很大的概率就可以来进行拒保停押。但如果不同意的话呢，现在就得由院方来决定，到底沈庆金在交保期间，如果说保外就医还是没有办法来治好他的病情的话，可能就会来进行交保。不过接下来下午会进行提讯被告，还是会再传唤任何的证人呢？我们三立新闻团队都会在现场持续来为你做掌握。好，前北市督发局长黄锦茂呢，因为金华城案被列被告，三立新闻独家取得了金华城专案调查小组的会议记录。黄锦茂坦言，市长柯文哲交办督发局，民众党北市议员陈佑成却发文写下黄锦茂曾经斩钉截铁向他表示没有所谓的当面交办。民进党北市议员林亮君呢，再公布了督发局的公文，黄锦茂的签章内容，这还写到了争取时效，这也成为了调查小组的议员们现在轮番质疑的内容。现任党主席柯文哲、北市议员陈佑成发文，在强调黄锦茂曾向他斩钉截铁表示没有所谓当面交办，一切依程序办理。但根据三立新闻独家揭露的金华城调查小组记录，黄锦茂自白内容清清楚楚，不仅是由柯文哲下达指令，紧迫盯的要求官员配合，还会有黄锦茂做这样子草率的决定。还原会议记录内容，今年5月24号，黄锦茂亲自到市议会，徐淑华当面询问，你前面一直叫专案小组召开会议，就是因为柯文哲签了，叫你们送督委会处理，对不对？市府提出来没有说要给他督更奖励，你这边帮他赶时效性的原因是为什么？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公文？黄锦茂回答，当时考虑市长是有交办严处，应小薇议员也一直在积极协调，督委会研议时是要求他的容积奖励项目要符合公益性和对价性。过程除了认了金华城是争议案，他也回应议员问督发局是不是太急，黄锦茂表示市长也交办过，应小薇议员也一直在澄清，所以我们慎重起见，还是请专家学者来看看他的计划内容是不是事法性跟合理性意见。议员轮番质疑的就是这份黄锦茂盖章公文。
白纸黑字印下，请贵公司于109年9月30日前提供相关资料，并未争取时效，本府督发局同步签报召开专家学者会议，研商该申请案容积奖励之合理性。坐火箭式的快速的通过，我想可能是在柯文哲卸任之前，这个案子可能必须要有一些压力要来尽速的通过。和北市公益建设无关，金华城却能一再闯关。黄锦茂说出口被记录下的文字内容，读读民众党议员的理解和他人不同。三重环防文学台报道。国民党议员钟小平猛打柯文哲金华城弊案，那现在被爆料呢，是因为追求前民众党议员候选人曾延杰不成，借此报复。那钟小平他今天正式的提告，我们来看。是有打，有打，有做，我就有做的事，我就承认。那大爷他们胡扯的，我当然我要告嘛哈。因为当初是精彩539，就是虞美人选到后面了哈，五就是他自己的号码，三就是他支持侯友宜哦。那疯传这个在那个群组在中正万华，九呢就是中国国民党的政党的号码，不分区的号码。那阿北看到以后啊，哇就疯了，你知道？因为虞美人是谁找来选的？是黄珊珊，他们是闺蜜。然后呢，他做出这种背叛的动作，黄珊珊对阿北是这个，他觉得完全没有过意不去，而且还继续支持。阿北就下令说，那当初，然后跳出来帮我的是谁呢？是主任委员邓家基，啊，他认为这一席要拿下来，他们不想让那个民进党当选嘛，哈，吴佩仪当选，这个票一定要合流才有的选，分了就分散就输了哈。然后呢，就三阶段，第一就邓家基来站我的台，以及蔡壁如。这个帮我录音，大家听到他的录音了嘛哈？然后如果没有这个阿北支持，怎么可能会有邓家基站台跟蔡壁如录音这个事嘛？第二阶段就是比较知名的，像黄靖颖啊，像发言人啊，来跟我合体。第三阶段是阿北跟我合体，本来讲好这样，可是第一阶段完了以后啊，黄珊珊就从中作梗，然后那时候柯文哲很忙嘛，他就去打给这个陈志涵，打给谁，恐吓他们不能跟我合体，包含黄靖颖。黄靖颖也不老实，因为有一位企业主是我跟黄靖颖的共同支持者。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小平近日狂打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设弊，那是被同党的桃园市议员詹江村的爆料说，他疑似因为追求民众党议员参选人曾延杰不成才会这么做。那钟小平他除了否认之外，他现在人已经到现场做提供。我讨论他的人事的问题，还传个照片给我，跟我有来有往嘛。你心里哪里不舒服啊？秀出 LINE 对话记录，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否认骚扰民众党前候选人曾延杰。我一定要提告，因为这个对我很重要，尊重女性是我钟小平，我们这是我们的人格嘛，你不容抹杀。你用这种碰瓷事件，这样我是名人就黏上来。快一点，快一点，因为我很想让他快点变法院认证的变态说谎精。因为党内同志桃园市议员詹江村日前爆料，钟小平曾传想演演给曾延杰，追求不成才会和民众党闹翻。而詹江村再加码爆料，钟小平传讯息给曾延杰说，可不可以找最左边那位美女一起来，有一张私人合照，你的LINE照片，让曾延杰回应说感觉很怪，不太正当。钟小平甚至还连扣三通电话给曾延杰，请问这四个女生是我的朋友不是吧？你不是不舒服啊？你还要传给我，这都是很矛盾的事情。谁翻他照片啊？他有什么神经病的？钟小平真的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跟他一样没脑袋吗？就很夸张的一个失智老人吗？要被社会遗忘的老人，所以到处说谎刷存在感。钟小平从想演演变成告演演。不过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学姐黄靖颖也爆料，去年选举时钟小平找民众党帮站台，曾对他夺命连环call，疯狂开始8点打电话，8:01问说文轩 OK 吗？8:47又打了一通电话，8:48说哦文轩你不反对的话我就发送了。学姐本来是要来的，那后来黄珊珊打电话警告学姐不能来嘛，一切的因果都是黄珊珊嘛。民众党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也加入战局，说他3天被狂打10通电话，随着钟小平猛打柯文哲案，引来民众党女性反击，成为金华城案的案外案。三立新闻台记者任博台北采访报道。